控政權，聲音有價，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。普羅政治，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。擁抱大香港主義，香港地，香港人做主持。大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。早晨，早晨，翻嚟第三節嘅大香港早晨。咁呢一節想講咩咧？呢一節咧就想歪打，因為我上個禮拜冇做節目。其實我上個禮拜有個題目好想講，我覺得真係瘋狂，因為睇唔知睇乜撚嘢睇到。咁我見到監獄暴動，係其實早兩日新聞嚟嘅，早兩日嘅新聞嚟啊。咁係我咁我都冇上個禮拜咁攞，係咯，30號啫。咁係咁應該琴日講嘅真係，緊要七日呢單嘢。緊要得好緊要嘅，咁係呢個就係一個監獄嘅暴騷亂啦、暴動啦咁樣。咁個監獄就係喺邊度嚟？澳洲墨爾本。澳洲墨爾本。咁點解我咁關注呢個咁嘅暴動咧？咁樣咁係咪暴動好嚴重咧？個暴動係好嚴重嘅，個暴動係300個囚犯，係出曬嚟嘅，應該係播住片講，應該係出曬嚟嘅，因為佢係搞到即係啲畫面見到啦咁樣，咁就係拆嘢啦，喺度有縱火嘅，拆攞啲佢係拆啲物品出嚟燒啊，攞曬啲台啊，拆嗰啲窗啊，總之就係拆爛個監獄啲嘢攞出嚟焚燒啦咁樣。咁你見到你而家畫面見到咧，即係假設你睇視像啦，畫面見到就係有即係。其實全部都是囚犯嚟嘅，咁點解佢哋可以自由行嚟行去咁樣去拆曬？因為嗰啲懲教人員獄卒嗰啲咧，係全部撤離曬嘅，即係退出曬呢、這個，因為基於安全嘅理由咧，退出曬離開曬呢個監獄範圍嘅咁樣。咁而家發展到咩地步咧？就我就唔知道啦咁樣。咁我相信佢哋都會俾人收拾得好慘噶啦咁樣，會俾人收拾啦咁樣。咁但係我係完全係支持呢班囚犯佢哋嘅抗爭嘅，即係甚至乎係。即係去到咁焚燒物品啊！我唔知道有冇傷人啦、啊，我覺得都係情有可原嘅咁樣。咁點解會暴動呢？就係咧，佢老尾啊，墨爾本呢個監獄禁煙喎、啊，係黐撚線個監獄禁煙啦、啊，禁煙啲人咪黐撚咗線啊！7月1日開始禁煙，佢係點樣？佢係喺7月1日開始禁煙，即係話咁，所以就前一日啲人30號嘅時候，咪趁。即係叫 last 一日就暴動先啊嘛！係我屌你老味，真係黐撚線！監獄點可以禁煙㗎？點解監獄會禁煙咧？為咗咩啊？咩其實有助佢哋建立健康嘅生活。佢健康唔會坐監啦！你老味啊！你戇鳩啊！屌你老味！你唔叫細個讀多啲書，屌你老母，short 叫監等你啊嘛！屌鳩你，即係得罪講句係咪先？大家自己係唔介意。屌你坐得監唔多唔少都，梗係有啲咩啊？係咪先？即係大家坦白啲。壞習慣啊，係咪？咁你喂，屌你老母，喂健康啲得唔得？即係雖然監獄係一個嚇、啊，即係我哋即係講翻正經啦咁樣，監獄係一個嚇。啊是一個道正人類的行為啊、思想嗰啲咁樣，唔撚使咁撚正啊！屌你，煙都唔撚食得，咁都係個鬼嘅過程嚟噶嘛，大佬係咪先？唔係啊，即係你咁啊，仲係食煙有咩問題先啊，大佬？你話身體唔健康嗰啲咁樣，唔屌你老尾！哇！咁你即係喂，即係我覺得即係你當然墨爾本可能有少少條件咁講啦，即係你真係唔好喺香港咁樣同我講，屌你老尾！我哋食大陸嘢啊！黐撚線啊！你同我講食煙唔健康，我哋飲東江水啊！你傻啊！你真係你明明我哋嘅抵抗能力幾撚強啊？同我講話食煙危害健康，小菜一碟，真係小事啊！係咪先？何足掛齒咧？區區煙草係咪？我飲嗰啲水啊，食嗰啲肉啊，你睇我啲雞，喂你菜，食煙係最健康㗎啦，算係好健康㗎啦。Green Monday。係啊，點解你素食黐撚線嗰啲咁樣？咁當然佢唔係唯一禁煙嘅監獄，呢個世界都有其他禁煙嘅監獄。咁但係我好感同身受去明白啦，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唔人道。咁、就係真係為咗健康啲啊！真係講得出口啊！你因為禁煙呢樣嘢咧，譬如澳洲佢哋戒煙同埋有助佢哋建立健康嘅生活咯。黐撚！澳洲唔係第一單㗎啦，傻傻地上年就已經有另一個監獄，昆士蘭就都已經係禁咗煙。咁當時就冇發生暴動，但係就
打下啲肉質啊，衝突多啲啊，都在所難免嘅。梗係打啦，你都發神，打先講嗰樣樣。咁即係當然打有好多原因啦，即係大家即係大家知道我坐監啦嗰啲咁樣，即係煙喺監獄入邊嚟講係幾咁重要，即係呢個係即係不言自明啦。即係大家係喂會為咗煙係即係。即係煙可以買嘢啦，可以買好多服務啦，各式各樣嘅服務啦，即係乜撚嘢服務都有啦，腳底按摩又有啊，咁你即係嚇，即係有啲你有特別嘅需要啊，加送啊，加送啲少，都已經講到特別服務咯，啲服務啦，屈翻佢加送咧，硬特別服務都可以用煙仔買到啦，嗰啲咁樣。雖然即係其實入邊仲有好多嘢嘅，仲有其他好多嘢可以食嘅，即係天拿水啊嗰啲咁樣啊，各樣嘅各樣嘅奇怪嘅化學品做出嚟。嘅遠性毒品啊，嗰啲咁樣都係有啦，香港都係有的，我坐監嗰陣我都見過，咁係即係我想講以 high 嚟到講，以 high 嚟到講，即係煙唔係最主要啦。咁但係喂，有時真係我唔係淨係講緊呢個地步，我唔係淨係講緊話煙癮有幾大嗰樣嘢，而係喂，譬如每一次話咩加煙税啊，話咩懲罰性煙税啊，即係。係，我都會講一樣嘢。喂，貧苦大眾僅有嘅娛樂，屌你真係，喂擔支煙仔，即係扯佢兩啖。尤其是喺坐監嘅時候，真係你真係大家你哋都去坐下啦，屌你老。喂，你真係唔明白嗰、那個即係。喂，煙仔係一個娛樂，即係當然我而家咁樣自由自在，呢個係喺我而家咁樣自由自在嘅時候，呢個當然係一個壞習慣啦。你都可以咁講啦，你可以話臭啊，你可以話唔健康啊，即係你係一個係一個喺即係以小弟為例啊，即係小弟都叫做生活都算住尚算過得去嗰啲咁樣。喂，但係喂生活困苦起上嚟，嗰飛煙嗰區幾十秒，真係一個娛樂嚟嘅，你哋真係唔撚明。煙係一個娛樂，即係我而家唔係做一個節目，我而家唔係話通過我哋呢個節目去呼籲大家去嚇，即係嚇飯後一支煙快活個神仙，唔係同你講呢啲嘢，即係亦都唔係話，即係當然如果你係冇吸煙呢個習慣，我都唔會鼓勵你話，我唔會叫你去試下啦嗰啲咁樣。咁但係你哋唔食煙，我亦都必須要同大家講，即係話對於好多苦困嘅大眾嚟到講，當你生活困苦嘅時候，當你真係冇乜撚世藝嘅時候，我都未講到去坐監嗰一 part， 我淨係講貧苦大眾，尤其是即係你應該好多呢啲 case 都食咗幾十年煙，又冇錢又冇剩，屋企嘅電視機又淨係得雪花咁撚樣，冇微涼，係咪？屌你冇微涼，睇唔到個胸都不得，只係睇唔到個樣啊嘛！電視花撚到咁，然之後，喂，除咗嗰啖煙，嗰飛煙食咗幾十年啦，唯一真係唯一嘅嗜好，你老妹懲罰性加佢100%税嗰啲咁樣，哇！屌你老妹真係反台啊，大佬！撲你個街，即係唔似得你哋咁樣係嘛？又有開電腦、開手機，又轉下豬啊！而家可能唔興轉豬啊嘛，而家玩下第二樣啊嚇，又喺度睇下貓啊咁樣樣啊，喺電話度睇貓啊，你老尾又話乜撚嘢女仆貓啊，又成嗰啲咁樣，不過人哋冇 iPhone 噶嘛，咁你即係扯嗰啖嘢幾廿秒過下日神，咁你喂已經係真係好大嘅心靈慰藉嚟㗎啦！喂，再講啦，去到監倉，屌你老尾，我唔知我講過呢個故仔未？我好似節目講過，屌你老尾，我隔離再隔離倉，哦，有個南亞仔，嗰個南亞仔又唔識話嘅喎，又唔識講嘢，好似講過啦。嗰個南亞仔好撚好身手㗎嘛，屌你老尾，我哋出去放風嘅時候會爬上去頂做引體上升嘛，好撚勁啊嘛，嗰個咪就係喺卡拉 OK 殺咗人唱埋首歌嘅咯，嗰啲咁樣。咁佢又即係佢又唔係真係好曉講，好又唔係即係好曉佢少少廣東話少少英文，亂鳩唔嚟夾，即係講一堆好撚簡單嘢要講好撚耐咁樣。佢又咁梗係因為咁樣而溝通啊各樣嘢而我唔知佢點解會上，因為我嗰陣住緊單獨囚室噶嘛，其實你冇乜特別嘢都唔會住單獨囚室噶啦，咁佢梗係喺大倉唔知。又溝通唔知點樣，就同人哋嗌霎啊，定係乜嘢啊，定係相處唔到啊，先至會上咗嚟大倉噶啦，上咗嚟獨立倉噶啦。咁跟住然之後，哇！有一日我真係好撚深刻，佢老尾佢嗰個主因係乜嘢咧？我都唔記得咗嗰件事最初係點樣發生。總之佢就跌咗支煙，佢跌撚咗支煙。跌撚咗支煙，咁獨立囚室係有時會晾隻手喺個閘上外邊食煙嘅嘛，跌撚咗支煙，屌你老尾嗰個肉卒平時又冇乜嘢，平時有時會跌下煙，請佢食飛煙嗰啲咁樣，嗰日唔知做乜撚嘢，整走咗佢支煙喎，食到一半冇撚咗，屌你老尾即刻發癲扯佢嚟打。Boss
即刻就發癲扯個肉出嚟去打，哇！佢老尾唔打油治我，一打撲你個街，跟住然之後就。因為那個南亞仔很撚好打的嘛，那個南亞仔我再講一次，佢爬上個鐵籠頂做引體上升嘛，好撚大隻的嘛，屌你老尾！咁但係都收拾佢，點樣收拾佢呢？一嚟就拉條大水喉嚟，對撚住個倉，對撚住個南亞仔嚟個射，跟住然之後咧，仲要同隔離倉嗰啲人講，你睇下佢，你睇，其實我哋睇唔到，你過嚟睇下，過嚟睇下，其實我哋睇唔到嘅，即係意思就係佢對住個倉係咁射水。射撚到個南亞仔撲街，射到佢攰曬。我諗都射咗廿幾分鐘。哇！啲水流到我隔，佢係隔離再隔離倉咁樣，水流到過嚟我前面嗰度，屌你搞到周地都係。跟住然之後，因為你好撚猛水啊，好撚猛水，即係射到佢企都企唔撚穩嘅。射撚到你廿幾分鐘，跟住射到你攰曬，射到你跣低，跟住先至幾個人開倉入嚟，衝入去打鳩佢。屌你老尾就係為咗肺炎，但係我想講衝入去。那個男仔都仲係有還擊的，都仲流力啊嘛，都仲係有還擊嘅喎，好撚勁喎！屌你老尾，即係為乜啫？屌你老尾就係為咗半支煙咯，就係為咗半支未撚食完支煙咯。屌你，即係你話火上心頭啊，定係佢？你話呢啲人好撚難理解，呢啲人會殺人嗰啲咁樣，唔係喎，當刻我理解佢嘅心情。我理解佢心情喎，即係我可能未至於佢咁癲啦。哇！屌你老尾，如果我喺嗰個環境底下食剩半支煙，你老尾你喺我面前踩熄佢，哇！屌你老尾，我都發癲，我都癲起上嚟啊！撲你個街！所以即係喺咁樣嘅情況底下，監倉要禁煙，我真係覺得極度唔人道，我真係冇辦法理解啲人，我真係完全冇辦法理解啲人，即係有其實有即係。你唔食煙噶，我唔食煙。你唔食煙噶，你食唔食煙噶？食唔食？你唔食煙。其實食煙有乜撚嘢咁傷害你嘅？屌你，冇特別嘅。嗱，如果你咁啊，我真係想聽下，你哋無煙者。你咪淡仔喎，臭咯，淡仔好討厭食煙嘅，臭咯，供到過嚟咯。屌你老尾，你本身亦唔係話好撚香，有時坐喺度我費鳩事講。屌你喂！呢個世界有好撚多人唔食煙，本身都臭噶啦！屌你老味，呢個世界好撚多嘢都臭噶啦！屌你老味，使唔使禁到咁撚？你話我煙臭，你都臭咧！你講嚟聽下，有冇咁需唔需要禁到咁撚絕咧？即係你話以前嗰個年代，即係譬如以前成個 office 所有人都食煙咁樣，咁我都覺得好撚供啊！即係有時供到個地步，就我食煙我都覺得供啦。即係譬如以前，我又覺得即係以前有個年代，即係你後生可能唔知道。開會食煙啊嘛？唔係啊，以前 lift 係可以食煙噶嘛？我覺得 lift 可以食煙係黐撚線啊！我覺得升降機食煙呢件事真係黐撚線啊嘛！放 lift 大鑊啦，猛到死！係啊，屌你老味，即係 lift。即係我都覺得即係一啲地方係即係你譬如公共交通工具嗰啲咁樣，咁我都覺得即係係咪試巴士好似試過上層可以食煙，下層唔可以食煙？好似係啊，都好似有個過渡階段。咁我覺得即係車入邊嗰啲咁局促嘅空間都係即係離譜嘅咁樣。咁你係冇理由咁樣大家焗住喺度，就算食煙你都有，你本身係吸煙者你都有問題啦嗰啲咁樣。咁但係好啦，咁呢啲咁樣局促嘅空間唔食煙就算啦。office 禁煙嘅合理啦，你呢個咁樣嘅升降機禁煙合理啦，公共交通工具禁煙合理啦。啲咁樣，咁但係或者食肆禁煙咁樣都呢個有啲兩難，有少少斟酌啦，有少少斟酌。咁但係有啲人話：，咁我食緊飯啊嘛，咁樣咁可能都有少少斟酌啦。咁但係都可以分吸煙區、非吸煙區嘅啫。我又覺得咁但係即係喂，你而家嗰個範圍好似擴散，好似癌細胞咁擴散咁。其實因為我唔食煙啦，即係但我都覺得呢一個去到幾塔利班嘅情況嘅，即係你唔好話淨係講監獄啊。其實香港之前我都有一次節目都講過，我係唔知發生緊咩事，係去到妖魔化食煙呢樣嘢係妖魔化得好緊要，但係你又唔去，即係講緊係控煙辦啊，即係或者係嗰個吸煙健康委員會，佢又唔會去主張，即係甚至佢唔喺佢哋嗰個目標啊，主張係要視煙為一種。種禁品嘅喎，佢又冇一種咁嘅最終目標，但係就不斷喺唔同，即係縮窄都好緊要。類似其實同坐監冇乜分別㗎，即係你譬如你喺煙税嗰方面出發啊，你喺不同嘅地方禁煙啊，跟住去到譬如慢慢擴散到唔好話公共交通工具啦，等車嘅地方都唔可以食煙啊咁。嗱對我嚟講實好㗎，即係我唔食煙嚟講，對我一定係好。邊度咁多我一定係受惠嗰、那個，但係你都要從即係人嘅自由嘅角度出發。點解會從人嘅自由角度出發咧？就係如果你
本質上你不禁煙的，你不是覺得這個是一個毒品那麼大件事的，你又沒有必要去到禁絕得那麼緊要，即是你要，即因為你沒辦法認清煙的本質是怎樣嘛，是我當你是政府可以決定到那件事的本質是怎樣，那你就決定了，如果你是不禁的，即是那件事不 是, 即合法可以不是有害到這樣咯，這樣但又是不是要去到那個活動範圍要是這樣呢，跟著現在其實是另一樣東西是不斷推陳出新的，之前講二手煙其實這一年是講三手煙的，三手這一年的 新 product。 什麼叫三手煙？三手一手煙就是你吸那口，很熟的，二手煙就是你噴出來那口，三手煙就是你身上那陣除，屌你老母啦，好出是你講的，有阻止我真係冇啦，因為他說你噴了之後你身上那些煙的殘餘物，你老尾好彩做緊節目，屌你真係解説呢件事嘅，你夠膽跟我講有三手煙，我真係打鳩你啊！我屌你老母，冇撚嘢係嘛？你老尾，你讀咁撚多書冚家產，三手煙你都講得出，屌你老尾，你係代罪羔羊嚟嘅哇！冇撚嘢啊！吸煙健康委員會講嘅，你仲記落心度我講的吸煙健康委員會講的，是啊，不是他講的，不是我作的，因為其實是上年的新 product 來的，可以說他新的宣傳方法就是你沒撚嘢啊，就來想勸你戒煙是不是淡劑，屌你老尾喂你人的身體當然有陣味的啦，是家常屌你老尾，我有三手壺啊，你又是啦，就算沒有壺你噴什麼噴什麼，我有三手 Gatsby 啊，噴什麼是啦，你 Gatsby 屌你老尾，你那些咪厚告波嗰啲咁撚嘅，屌你老母咪屌啊！嗱，三手已經講得出咗，吳家燦。係啊，我都覺得好震撼，即係你發展到冇咩好新推陳出。唔係咁，你咪禁撚咗佢咯。你係你當毒品，因為以前你咪當毒品禁撚咗。以前有啲陰謀論就係、是，香港政府唔會禁煙做，即係列煙做毒品，因為個煙草税好勁咁樣講、但係又係咪真係咁多呢，我講諗緊嗰條數，尤其是而家講緊印花税嗰啲仲犀利啦，係咪煙草税搞到咁犀利？咁點解又唔將佢列做毒品呢，咁樣咪即係你睇唔到嗰個施政嘅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個邏輯喺邊度？因為係唔恰當㗎。跟住然之後為咗去即係你咁，你講到嗰件事咁大罪咁樣，你為咗令到嗰件事變得更加大罪，咁跟住然之後你就不斷咁樣喺度諗啲方法去抹黑佢啊，抹係啊，用抹黑三手煙，黐撚線，三手煙留喺你身上面浸味嘅，發神經嗰啲咁樣，唉，我都唔撚明白呢人，即係我唔撚明探仔呢啲人。唔係，其實每一年財政預算案都啲煙民都好擔心加煙税嘅，即係成日都講到喂、今年就講話隨時加到九十幾蚊咁啊，好似話就嗰日就已經出現了一些搶購潮，但到最後尾就沒有這件事，就好在就維持現在的、售價水平咯。其實越來越加越貴，對我來說其實唉真我都覺得沒所謂的，你吃煙就不要經常去噴人家、就 OK 的，說真的我覺得都即是企企理理咯，就不要說特登去攻其他人、或者幾個圍埋一起吃，你黐撚線，你而家食肆全面禁煙啊嘛，咁你走出嚟垃圾桶，梗係幾個圍埋一齊食噶啦，黐撚線。唔係我意思係縮縮地，屌你老尾！成台你估我想，你估我想幾個人圍埋喺個垃圾桶度食咗百次你？你估我想圍埋嚟食煙啊？啲煙臭噶嘛，差唔多係咁講。黐線嘅咁樣。喂，而家買包煙都幾，即係對於一個人嘅支出，即係如果你一個煙民咁樣，你嗰、那個。支出都幾金喎，五十幾蚊包。如果你當食得少兩日一包，六十蚊一包，六十幾嘅嗰啲。你應該唔知啦。如果你假設我當你食得少嘅兩日一包，你都千幾兩千蚊一個月喎。係嘅，負擔係大嘅。所以如果講煙税嗰個問題，咪就係主要係針對基層。係啊，針對基層嘅咯，咪最主其實你而家呢，其實食煙唔撚興嘅啦，即係你而家嗰個係年紀係大啲嘅。即是一個即是重度的煙民系年紀都相對是大一點的，就是阿 Q 仔講的那些中堅中堅分子延續食煙的意志，是啊，延續那個文氣嘛，延續那個文氣，吹出來的文氣在那裡，那你是，而他們又多數是基層來的，
係啊，佢哋係多數係基層嚟㗎，多數都係做勞動階層嚟㗎咁樣。咁你你主要針對嗰啲人，唔係基層嗰班，你又你點樣阻止佢唔到啊？你加幾多都係一個月食得起啊嘛？佢哋或者你阻止佢地方，你阻止唔到地方，佢喺佢自己嗰間辦公室一個人嗰間房，你或者自己病埋喺自己架車入邊，你又係阻止佢唔到嘅。所以我係唔能夠理解探仔呢啲人。黐撚線，佢三手煙喎，我想講，係咩？佢爭得好緊要嘅。屌，我又何嘗唔撚爭你啊？大，我都未撚厭惡你唔食煙啦。黐撚線，你有咩理？黐撚線啊！休息一陣。